今天有一个团队，有四位团队哦，这些美容一些美容的团队来帮忙你哦。你可能年轻二十岁，可能年轻二十岁，你是一只，这个真的是有不一样的效果，但是可能要花点钱就是了。但是有人想说啊，钱不是重点，我要年轻的啊，我要年轻。其实不是让重症的病人不要转院，我们让很多台东的乡民，他们有需要的都不用转院。一次的疗程，我们希望你们做全脸的疗程，大概是500条。那500条，我们是整个是双脸颊，然后包括我们的眼睛的周围。那我们刚刚讲过有3个层次，从1.5毫米到3.0到4.5毫米。那我们是做整脸的拉提。那你大概在半年到一年之后，你可能会觉得说，我的脸颊的拉提程度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我鱼尾纹这边又跑出来，那你可以来再追加个100条、200条，再做这样的保养。